无线一代经典小生吴启华曾经演过不少令人难忘的角色，当中妙手人心系列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他饰演的脑神经科医生程志美当年深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，以致他的医生荧幕形象亦都非常深入民心。现年59岁的吴启华近年已经甚少再演出，不过下个月他将会重返无线拍剧，而且又是扮医生。据传媒报道指，吴启华有份参演由黄心慧监制的新剧《非分之罪》。据知这部是时装悬疑剧，一共有6个单元故事，而吴启华主演其中一个单元《蒙面女尸》，届时他会饰演一名妇科医生。消息一出，随即吸引大批剧迷关注，大家都十分期待他的回巢新作。吴启华回复传媒透露，将会返港逗留一个月拍摄，虽然事隔多年再着医生袍，掀起无数剧迷对程志美的集体回忆，但他就说这个并非医生主题剧集，只是演一个医生的角色。各位观众，你们期不期待呢？